我最接受不了的，就是无法再爱你了。不要再说了。 提前告诉你，就去找了晴子。他全都告诉你了。对。所以不要再尝试了，好吗？我现在不敢牵你的手，不敢抱你，也不敢看你的眼睛，因为我就怕你有任何闪失。我只想你平安。 平安了，等待死亡吗？晴子说了，至少可以这样再等上一段时间。说不定，在这个时间里，其他实验室会研究出新的解决方案。你不要太悲观了。既然晴子都告诉你了，你肯定也很清楚。 安全模式的维持时间不会超过一年。我不想像机器一样活着，感受不到开心和痛苦，感受不到爱与被爱。我也不想像以前那样，过着没有希望、没有感情的日子。而且，我最接受不了的。 就是无法再爱你了。不要再说了。你看，就像现在这样，我明明能感受到你身上的温度，但我心里没有任何感觉。 我懂，我都懂。可我还是希望可以跟你一起争取更多时间，不光是为了我，还有方阿姨、顾叔叔、徐总，还有川工作室的同事们。对不起啊，我不该跟你说这些。你心脏现在没事吧？没事儿。 放心吧，我不会再放电了。